是旅线。你帮我把电池拔起来了。这是坚持。灯的反应非常不快，我觉得想要 reset 它。那现在就只有算时间，没有闪哎、欸，没有闪红灯，它是来白就不会闪红灯。好像本来就不会，还是会又看不到、还看不到，还看不到。叫做哦，他警告大家不要去滑松雪。为什么？非黄色区域，你滑就自己责任。哦，黄色是好、哦，你要滑你高手你去滑。黄色、哦。紫色的话就是禁止去滑，完全不可以进去。但是那个禁止应该有高手厉害到可以去滑，那他就去滑吧。我完蛋了，我又摩擦到了吗？摩擦就摩擦。我有一个刮痕哎、欸，而且好奇怪、啊，怎么还有在里面、欸？那可能只是看起来。是真的啊。哇，现在连西山也晒太阳了。会不会羊蹄的太阳？为什么我会有磨伤在内侧？它还是太阳，看到了，回头看。好诶、欸。而且算是全部了吧，虽然头雾雾的。一点点啊。好像一副就是个大雪场。而且它的山形就跟它很像，这样一条一大条一大条一大条。或者说不是山形，而是凹的地方自然会积雪。凸的地方自然就是有树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还在饱，还不会饿。这种吃很饱的就可以撑比较久，自己吃面包的就不太饱。有啦，它的左边就有一大块云挡在羊皮上，你知道？什么云？左侧啊，一大块云。可以忽略不计，拍起来就是那个形状。它只要不要凸出来太多，就不会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呼呼，它也是，先撞左边，再撞右边。还是走到最右边就拍得到了，不用往下滑，先走过去看看。哦，因为有那个棒棒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滑下去吧，滑下去再拍。你看我
帮你弄的那个什么比较好？现在也不知道，应该比较好吧。这么低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我刚拍的位置还不错。没有，我在树更上面啊，树只是卡在边边而已。缆车线好，你那里也很不错。你说你要怎样？我要在里面。你啊，往你的前面滑到快中间吧，然后我要你的现在的位置。我要转向啊，我要转方向。应该要吼。那我先拍羊蹄山，你先去瞧方向。我怎么转方向？转个弯就瞧方向了。啊？转方向这里不是有点小树吗？啊，好，好像还不错啊。虽然人在下面一些，其实两个都拍得到了。你就在那就好了。为了要好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很好。这样子。没有啊，你就占个位置吧。两个山都有。对。对啊。我拍一个只有羊蹄的好了。好。啊，我要两个都有的。好了。然后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再来，再来，都快去了，明天就没机会了，再来换山。羊蹄山上好像有一块云呢。我刚刚讲啦，就是有啊。好。啊，换你，换你。我。好。相机借我，相机借我。相机要借你。你呀、啊，你先转个弯吧。我只能这样子哦，就来下面吧。侧滑，侧滑，侧滑。你要转方向，你就过去。不是，我现在要把东西拿给你，所以我侧滑。
为什么要竖挡道呢？那你往上爬吧，要花力气啦。不是啊，更下面就好啦。好，那你先不要动，我相机给你嘛。那当然你要帮我重拍的意思。什么叫重拍？你先把给我看，我刚你帮我拍的是不是直接打杨行山脸上？没有啊，滑下来才有好吗？我会开啦，我会开。都拍都拍。这样我没有办法当大头照，太对啊。这现在要怎样？你我前面啊，你这样我照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现在觉得 OK 了吗？我都我是人在哪里就怎么拍嘛，又不能动来动去。你在这里我也不可能拍啊。我知道啊。是啊。但是我想要再下去。你要多下去啊。后面的人走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拍到我的影子？影子不管，你就拍。不用算嘛。还要拍吗？还要拍。那块云的形状变了，变小了。嗯。啊，但有我的影子哎，好丑。不要管影子。我说下去。累死哦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那么直啊？嗯，直的话就是只拍它这样。不会，都有。好好，都可以了。因为我放的是那个。广角吗？对，一后半身哦，一二三。嗯哼。我自己检查，我也不用检查，不用检查。啊！我要重拍。重拍、欸，这个高度好吗？还是我们就去隔壁山头了？哦，是哦。你觉得嘞？那我刚刚没有看到我的，我觉得你把我拍太小。你看一下我拍你的，就是我不要的。你先让我转好之后才过来。然后我也要直的，因为手机其实放直的比较快。你还下去？我在调啊，我在调位置啊。你抱怨的话，我先调，你不要倒。我都把你放在两三中间。你啊，不要往下滑，往前滑到这里来，嫌太小就近一点吧。应该没有用，我刚切个人像，但是他应该辨识不出脸。好了，我把嘴巴拿掉。不要不要不要啊！好，没事，拍完了。怎么我刚才乱动了？
样不我乱拍。随便拍啊，你就看，你就看。对对，我都是乱拍的。我的脸倒也没，我脸应该没有对着。好、哦。都怎样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不要吧。要啊，要去啊！你自己说要去那个山的，不是吗？我说试试看下面有没有快，缓一点的。斜坡这里，哎，这里也有个缆车。好了，好，我拍，回头就好。等会我先把东西放好。要当带头照的呢，要拍好一点。预备，三二一。而且现在那个云又更小。预备，三二一。喂。那直的，直的也亮，直的拍得像啊。可以。而且关于阴影的问题好像好多了。预备，三二一。哎，到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只剩一只手。后退就好。你要说要用我的、啊，那你就拿去吧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刚刚没办法用我。啊？有吗？有。我都好省下。那就各个广角什么都有，不是很好吗？什么转错边？没有，你要我下我就下，下你不用动，下还要下。你现在是一还是零点五？你先拍零点六，拍完才弄那个。
0.6 就。随便啦、啊，随便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还是会看到我自己，不用管、啊。好，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拍好就好了。这个我的手机也要。有没有什么变化要看什么嘞？你等我转好再给我。不用，你要转吗？你就拿着就这样拍，随便拍就好了。为什么你不要转？你是开静音哦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搞不清楚我拍了没。好，耶、啊， yeah, 再拍一次，还是只要 Peter 就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Peter 吗？我拍了四张了。这样好看吗？我不知道。怎样？这样子的。嗯。好了。嗯，在拍独自的，我在拍景色，因为现在云又更小了，很厉害的样子。好，广角，好，很好很好，好啦，继续吧，看他画什么。难道那个联络通路？是要滑多远？我滑去交叉口那边看路牌哦。好、哦。他说往右是吗？往右哈、哦。好像是哎、欸，是啊。怎样？以 Sola 方面呢、啊？下面可能要用冲的哎、欸，感觉好平哦、喔。那我要先走吗？我好走了。对啊，还会再过啊。我糟啦，这样我要爬呢。我以为往那边啊，然后你这样讲这样一句都不看路的哦。啊，对啊，我没看到啊。我没有啊。
走啦。好像就是我昨天看到那一条呢，赶快先走，不要停。
边才知道。你另外一边可能没有差。突然想到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店员的是根本没带，完全没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的？你有没有差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不会还放在那边充电吧？哇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可能哦、喔，因为我好像没有拿它的印象。你现在拿出来看看。我觉得没有。哦，你已经肯定了。对，我不想哦。你把线拔出来。啊？你把线拔出来，现在先两边都插。好悲催哦，对不起。没插，是你没有。自己忘记带衣服就算了，还忘记带这个。对啦，好白痴哦，好像我完全没有插电的印象啊。你整个线都拔下来。然后让我后面吐出两条，然后坐缆车的时候，你先整个拔下来，我都整个整好，我让它就插这两条，然后锁好。好，赶快插起来。等一下再插，等一下再插，我弄好再说。没关系，先插。好，来冲啊！要过三秒才知道。太白痴了。还是没亮，哎、欸，亮亮亮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反正在家吃饭了，那撑到现在、欸。不是啊，原来我带的是这颗呢。所以他把你的电用光了。也没有啊，理论上不会那么快呢。快到的时候跟我讲，然后拔下来。然后你线挂在你身上，对，转一转。还好要吃午饭。哇，那我今天不在那里。回去太远了。不用回去啊，这个店平常整天就算路超多，也只会用掉50%。但是是太冷的关系吧？也有可能啊。只是说启动电源、啊，我说的是他自己本身才。也有一点点可能，但是应该还好。对，好笨哦，还在早上还在看说，都有电脑。对不起啊，好，没差，是你没有影片。对啊，是你啊，那我看你都没有用啊。没差，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就是第一二三天就随便了，随便。哪有今天就今天风景好了？风景好就看看有就好了。他现在看起来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就正在冲尾。我手超热，好热。快到了，跟我讲。还没啊，还好远啊。应该是吧。这应该至少有个八分钟以上。忘记去，只见有线插上去，没接电池。然后我自己没带衣服，我就少穿一件是无所谓啊。这样我现在就其实不会冷。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像是这种状况，我们两个也笑笑也就算了，我也不会多说什么。没有，我会怪你。你会补说一句说，你有没有在看路啊？你怎么样不小心啊？什么什么？但是你刚刚是好，你看，你又快要听不到我，又触发了，你又快要听不到我叫你。好，那你。刚那种事就让你下去，你就再爬一次，对不对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这样吧？你说路在那边，好，你就等我爬上来了。对啊，不然呢？你就再补一句，你有没有看路啊？对啊，因为你一开始就一副没看路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啊。对啊，我没有看。那你刚刚前面一个牌子，这个是事实。那我先问你，前一个牌子你有没有看？他说初级者要走什么路，你有看吗？没有啊，就走这边啊，然后呢？初级者他有说请走 Joy， 你连名字都没有看。对啊。那你走到下面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对对，所以你看，你现在又要继续这样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你应该要看。错了，怎样怎样？我之后不会再讲了，我只是要表达说，我充耳听到的都是这样。好，就是你在你看来，我就是一个多差劲的人。就是、在我听来也是这样子，不是、就是、超差劲。以刚刚这件事为例，我们两个哈哈笑完就算了。因为是，对啊，因为你也觉得，那我现在说，那你电池给我用，今天换你没有，你会不会怎么样？那就算了。
那就算了。你要这样，我不会，我就记着，我不会这样做。对啊，那就好。是我是说，如果现在是因为你有些事对我来说，你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时候，你就无所谓，而且你都会顾好，只会顾好你自己的事，不会想要多帮别人看。你就算只有考虑自己。就算了，万一是你下去，那就算了，我就再多滑一下。我那时候还要再硬补一句说：“你不干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！”不知道这你有多听来我讲话，都大部分九成都已经变成这样，你都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效果就是这样，我讲话了，你也那你又何必？我没办法，我个性就是这样，我一定要讲。好，那你就这样吧。对啊，就是语气啦什么的。我就是要这样。就是对你会这样，对别人我可能就忍耐不讲了，但对你我就没办法，我一定要讲。好、啊，那就这样吧。我就不再说了。可能什么是对我姐，可能我就算了，不会讲。但是对你，我就是要。这一点你跟你爸一模一样，所以你就不用，你不用说你爸怎样怎样。你现在脑海里面记得的都是他那样。对啊，你也，所以你就被学起来了。你难道不像你爸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说，难道不像吗？你就这样子的。每个人本来你怎么家庭生来本来就会像啊，不会像吗？你也像啊，什么事不敢讲不敢问，好就自己摸摸鼻子吃了，这种事你也会做啊。本来就会啊。是一种情绪。对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要发泄啊，但就是爱发泄在你身上啊。可以多想想，再讲。因为你讲到我怎样怎样子的，我会试着改进。反正我的方法也简单啊，我就先想清楚。是个餐厅吧，错，两个三角有东西吃，所以餐厅都没有东西，有厕所，它没有那个 mark， 有啦，你是说有两个三角有叉子。两个三角有差，所以是刚刚那个爬楼梯的一楼，我好像看到有人跑进去。我觉得是啊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就故意来中间那个叉子。是有 Isola Terrace 吗？我一直以为是在山顶。我不知道你讲的那个是什么。就是他网页写的。三角。不过他也聪明，他山顶不错。山顶他自己省了多少钱啊？运动器上去也累。省钱啊，到底算赚钱还是省钱？我认为是他们的，总之这里的价钱都很感慨。喂，右边有云了。哎，我觉得搞不好你现在从二四谷那边看，它就是被一堆云挡住。因为它后面有一堆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边是面向太阳这一边，然后它的背后就是那个。我觉得那块云是不是刚刚遮在左边的那块云，它渐渐的往右边挪啊？所以那边可能二四谷方向那个一整天就是觉得好烦哦，上面都被罩住，然后我们这边就看得到。
哎、欸，这个到这边，这里好像滑这边也不错，好像那个树哎、欸，你看都雪冰雪冰的、欸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中间竟然看到一个站了，大概多远了？哎、欸，快到了，大概还剩八分之一。还有两三根柱子。好了，那我收起来了。不给我穿了、哦。不然要怎样？我们两个抱在一起好不好？冲到顶啊！冲到顶。没有穿了一下。有。我要背背包了，我东西都要准备了。有，我贴着你，我贴着你，不要吧。那我背背包。你背啊，线够长。全部都是上这里的，哦、几乎都是。这昨天就是过不来，就差这一下。其实山脚那个好像也可以过来，但是不到山顶。昨天如果我们有做那个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拍得到。其实昨天我们应该那四分钟也来不及，因为那个路太平，下不来。还有一根，还有两根柱子，最后一根柱子还你。我。你要怎么放在身上啊？我在想。把它捡起来放在帽子里。帽子。哦。你就拿起来，软软软，放进去，应该就好。我应该不会动作大到说它跑出来，然后你看到我在那边喊一喊，应该是不会。捡起来放在帽子里，但是下部分可能会把它一直扯出来，好像也不大好。要不要放进口袋？没有，你先給我。真的，我已经弄成一团了。因为我是觉得下半部会不会那个啊？你在干嘛？你要放多，还放你背后？它会垂下去。不会，是在你背后。不，它可能会垂下去，没关系啦，我顶多弄出一个粉红色金属椅吧，就这样。我也记得来带，我出去要带。嗯，上次先拍照吧，所以应该还好。这台还好，没有撞得很厉害。还是我们没，我看后面，看他怎样。他隔得比较远，他进站有先变慢还是怎样？也没有，左撞右撞，乒乓卡有啦。人呢？上爬，等一下坐左边的车。那你就在这边照相，这里照相很漂亮。现在要走路吗？不要，我们先滑一下，接着坐这一台，我们跟着这一台，要不要？跟这台，这台。跟着后面那一台啊。你说后面更高吗？这个高啊。我们滑过去看看那台高还是这台高？好。而且滑过去可能就要顺便拍一点点啊。它是这样，下面也拍，上面也拍，翘起来嘞，怎么翘起来嘞？我现在还没有感觉。你现在要开吗？你要开吗？来啊！还是觉得就快要坐缆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现在看看它能撑多久。十分钟大概可以录十分钟吧。
好像那个比较高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差不多，它是一样高，但是它比较远。哎、欸，看不到哎、欸。这里也是绿线吗？我记得山顶都是红线，不是吗？然后，哎，但是那个一副就是往那边去，会不会我们做不到？做不到没差，反正他们一样高。然后左边有个小 course 哎，好冷哦！你要滑那个，还是要切左边试试看？啊，我去看那个路牌叫什么好了。对，所以不是滑这里，滑右边吧。我在东看西看啊，拍个两张吗？这个树。你不要拍的话，我拍一下下两张就好，这还不错。我想要赶快动一动，因为我好冷。嗯，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昨天那边的人不知道了，不然滑下去。当然拍照啦，就这样。反正左边右边都能坐，滑下去看会坐到哪一台。这条线好好绿哦，车不见了，就不知道啊，不管啦，下去一定会坐到一个，就坐那个上来就对了。我猜会坐到左边那个吧。哦，你没有要讲什么吗？就继续滑吧，滑滑滑。看一下地图。很多山毛毛的。这都不是，这都是红色啊。对，讲是讲，所以我说好绿哦。我就不就一直讲嘛，好绿。我们现在有个地方往右转，我们应该也有可能过得去。但是，好，你说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好冷。滑啊滑。
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吗？我要去啊。好。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上去刚好。这个，每次都只能撑那么一下。中间有棒棒，对准。中间而已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看哦，它的缆车线，
这个山我有必要先研究吗？我是研究过了，没有废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，还能怎样？左边的全都是去上面的、啊，然后就上两个山头的差别、啊，觉得差不了多少。这里也会有那个、哦。你是？Bypass、哦、你是要跟我讲你哪天就受不了我了吗？没有，我是说我是希望能不能有改善的机会。我之前也讲过另外一个口出恶言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其实它这里有画 joint 绿色，我们刚刚走的连接道。我刚刚就有看路，我就有讲是 joint。你是说你一开头你？我在这个地方 cross A 的牌子就写说初级者其实走 joint， 然后我也认为你有看，所以你一直往下冲。没有，像你上次就像聋子一样，我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。你在那个距离我听不到的啦。那刚刚有听到吗？一样没听到、啊。就顶多听到你在叫，那内容是什么听不到啊？当然是叫你要看我一下啊，因为你又要冲错啊。冲错的，冲错的代价就是再来一次而已。不对哦，你冲错的代价，你到这个他又没有拉上去。可以搭上去，有啊，有叫 Easter Cloud 的跨的啊。那就。又要再来一次，对啊，就再来一次、啊，就又要再来一次，对啊，但是这次就知道了。但是我这次再花，这次山顶拍完照拍下去，我就上厕所。啊，可以吗？谢谢你、啊。我就要上厕所，吃饭了吧？哎、欸，已经11:30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们刚刚就是我们刚坐缆车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坐的是广州缆。哎、欸、不，我们现在坐的那个只有厕所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滑，就是滑到那个岔路，但是走到中间。就是要回到那个大台吗？不是那个大台，是中间这个。我觉得要故意来这边吃，因为这边可能很多那个比较多人这样。我今天故意吃中间这一家。Cafe， 一个是 Base Station， 一个是 Cafe。反正两家都会吃啦，就是今天跟明天的差别。好，不用问。对，但是明天会人更多，要不要先吃哪个比较好吃？我不知道大家说是哪一个？我不知道什么大家说啊，我只知道这三间，你要挑就是，我猜最右边人最多。你说意思哦，因为最方便到。对啊。然后今天是礼拜五。想说。你要特别跑去那边，算了，妈，现在这边就跑这边，那就是吃这个 cafeteria steamboat 蒸汽船哦，好绿的黑蟹啊，对，好绿的红蟹、啊，一直叫好绿好绿，好，我就认真练习我的 boat， it's， 你从头到尾都不停的话。会的，所以你会停一停。我会的，所以我不能停。哦，好好好，一直运动。那我这次我就不回头看你了，我就滑到那个 face， 对，就这样。哦、到底是谁啊？我每次就看你一直停下来，一直停下来。你不用等我啊，你就走。我为了要等或刹车或什么的，就要花体力。就一直走。可以去了吗？啊？可以去吃饭了吗？是啊，就去吃啊。因为想上厕所，山顶厕所看来不大行。我那个太冷了，脱裤子都不行。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子。因为他刚一路进去，所以我怀疑他好像不让人家上。哦，还是他的厕所其实已经解决了。脚怎么了？脚怎么了？我把你接板弄掉。应该是。是往左，不是往右。我在挪，我是脚刚卡住，动不了。卡住，好了，把你先收一收。哦，再一下下啦，能撑多久是多久。一下去一扯，线出
变你，你这样会怎么放？我觉得是你的外套比较保险。对啊，那就这样放，那你拿得到对吧？拿得到，而且大家不用用啊，大家。现在少爬这一小段。而且比较高，所以顺着那个波往右直直冲。OK 哈。对啊，就是要去看拍照。哎，那只是下好多云哦。还是不要了。要，我要拍。也有啊，
椅子可能还可以。至少好一点。一、二、三，はい、もう一枚。はい、一、三、あ、もう、あった。一、二、三、はい、一、二、三、はい。はい。はい。あ、没事了，我刚好拍到自己了。那我不要。哦，好好好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清楚，手很冷就有拍到了，很冷还怎样？很冷，我都拍。啊，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帮你啊，我可以啊，我手很冻。我赶快插回去。为什么拍？这还好了。你弄0.6了。没关系啦，让 Google 搞掉啊。
了算了，我先我不行了，我不行的啦。为什么？我后劲大。让我回温个三十秒。要拍你就下一个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，那就先 check， 我先收起来。我说我守在这边，我怎么办？好，挡到就挡到，其他 OK 就好了。不要，我要再等一下，好吗？先后面的伤就好了，好了，就站这，你手一挥不行，一样挥，你只挥另外一只手就好了。都不行，等我一下。算了，放弃，我的手套不行了。是用的是这个手套吗？是。